潮演唱会将在9月21日至9月22日晚连续开唱，周深准备了13万份伴手礼，里面包含6件礼品，很温馨。周深十周年巡回演唱会，每一场都有特定的伴手礼，都很实用，也极具巧思，这让周深演唱会更具温度，可谓歌手与粉丝的双向奔赴，期待正式演出拉开大幕。从音乐路上的初露锋芒，到如今在鸟巢开启个人演唱会，周深一步步走来，凭借的是对音乐的执着与不懈的努力。曾作为嘉宾登上这个舞台的他，如今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鸟巢时刻。连续2天演唱，这不仅是他职业生涯的重要时刻，更是他与生米共同见证的奇迹。从街头表演到千人体育馆、万人体育场，再到标志性场馆鸟巢，周深用音乐和实力让每个现场成为传奇。我每一次开完演唱会啊，心中会有4个字蹦出来：何德何能？何德何能能够走进你们的生命当中，陪伴你们？但是哪怕是一首歌的时间、半首歌的时间，我都非常荣幸。从上海出发，然后到深圳，到成都，再到贵阳，再到武汉，然后再到南京，再到杭州，就每个地方都是你们带我去到了新的地方，所以谢谢你们带我去到越来越大的舞台。我也希望能够陪着你去到你人生当中一个又一个越来越大的舞台，谢谢你们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鸟巢好像是每个歌手就是梦寐以求开演唱会的地方，但是我没有过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梦太遥远了，我根本就不敢妄想。你敢？每次遇到你们，都像一场梦一样。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唱这首《落幕》吗？愿意。你们唱的是我最爱的版本，跟我一起唱哦！等一下。人们笑得好玩，人怎么不一样？爱你光明灿，怎么说？周深北京鸟巢演唱会今晚就开唱了，米子准备好了吗？周深20日进行了彩排，而彩排歌单恐怕又要让不能去现场的米子捶胸顿足了。比如彩排歌单有 Golden Hour、 欢颜、北京欢迎你、春雪、独白、情我不改、漂洋过海来看你，甚至还有可他爱着这个世界，如同少年志、灯火里的中国，真的是大换歌单呀，鸟巢的米子赚翻了，因为这些歌的现场太难得了。征途中，周深与歌迷们并肩前行，共同见证了彼此的成长与蜕变，他们心怀挚爱，珍惜每一次的相聚时刻。即将到来的北京鸟巢无疑将成为周深与粉丝们共同期盼的盛典。周深的巡演不仅是一场音乐的盛宴，更是一次心灵的沟通，他用旋律传递情感，用礼物表达深情，让每一位粉丝都感受到了那份独特的关怀与温暖。关于周深北京演唱会，此条周深鸟巢准备了13万份伴手礼，这两天一直挂在热搜，新浪音乐与腾讯娱乐、广东电视台娱乐周刊等多家媒体都进行了官微宣传。周深北京演唱会今晚就开唱了，是谁在和周深偶遇？北京高铁站、地铁站、机场、商场到处都是周深，就是要这样热热闹闹的气氛。最后请米子们注意，周深加长的重庆演唱会将在9月23日晚20点和20点30分进行2次开票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加场，也是周深生日后的首场演出，并且这时新专辑已经全专上线，米子们冲吧。欢迎。
这场青春于是在慢慢变得完整，思念在发生。